师兄去打鼓的事情，可是在家里伺候了。因为大师兄本来没有回台湾，他本来要在日本念书，然后组了一个乐团。那我去考察了一下那个乐团，就是去日本的时候去看大师兄他们表演，觉得好有搞头的样子。我觉得他应该不会回到1976。然后也差不多是2003年、2004年的时候，大师兄决定回来，就是骗回来的，这应该有说过。大师兄在2001年《爱的鼓励》专辑录完的时候才参加1976，那个时候他跟我们也是乐器行的同事，他那个时候的乐团可以讲吗？不要讲，他那个时候是强电的鼓手。乐团吗？对啊，大家都觉得他打得很好，是真的。然后大师兄的打鼓细节很多，有机会我们再慢慢聊好了。大家自己看也都知道，就细节很多，小地方很多，所以如果喝太多的话，有时候我们都会很紧张，因为细节很多。一九九三兔子，总之呢，很高兴大师兄回到1976，然后就是1976的现役阵容。我们那个时候呢，为了鼓励自己，我们写了一首歌，这首歌叫《耳机里的新浪潮》。就是我们会一直听着这样的音乐，然后我们会一直做这样的音乐，一直下去。就是你常常听到一个说法，就是说如果只有一个人听的话，他也还要唱，你们应该听过人家讲过这句话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都不是这样子的。我们一开始玩团的时候，我们想要好多事情要证明自己，因为觉得这件事真的很有趣，然后真的很好玩，其实自己也觉得做得不错。所以呢，这首歌在写作的时候，我们大家就想说，那我们要先暂时暂停一下所谓朝九晚五的工作。那个时候是2006年的时候，耳机里的新浪潮。